像观澜湖畔说再见。巨幅的海报伸到天空中的时候，好像就看到了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的高光时刻。看到海报上的33个人的演绎，我不知道他们脚下踩的是什么，可能有很多困难的一些泥泞在里面，但是这30多个人还是一直勇往直前的往前走。这应该是我最勇敢的一次，关关难过关关过。你在做一件自己快乐的事情，生命没有在白过。而我们也在这个巨幅的海报上留下了自己的表达。很有幸认识你们，我来到这里看到你们也是好像看到太阳的感觉。希望自己有这个能量让身边的人开心，如鱼得水，自在遨游。我们入海再分支流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继续的闪亮发光，披荆斩棘。